任务，做完打完克拉了，现在就是要做皮肤，做那个衣服皮，又要打更多的克拉或者是牛，他攻击到我就会开始弱化，弱化我就没有攻击了。我的斧头呢喷去哪里了？没木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去砍更多的木，砍更多的木。哇，这样就半天了，我又要去躲去地洞了。不躲去地洞一定会死得很惨。还是我看还有什么任务呢？这个新手任务还有什么呢？来，我们看看一下。哦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叫我打开一个 P。OK， 升级这个，所以完成。Clamp， 好，我们就有一个最基本的，是吧？最基本的物质了。这样，第一天一定会死的，不死不可能，不可能不死。走错了。所以慢慢来吧，现在就是把那个屋子建出来先，把屋子建出来，回到我们的营地了。哎，怎么一直走错地方？哦，营地，哦，不要，对不起。好，找到家里了，就是这边。好，我们这边。哇，这边好像很多地洞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好吧，这边可以拿我们纸放，不用，我们放下一点。好了，我们终于有一个营地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慢慢把我们的东西移去那边吧。而且在晚上我不怕死啊，这很好，这个蓝莓我要拿多一点，种这个蓝莓树就好了，它生长很快啊，我只要透过这个蓝莓我就吃得很饱，不怕饿死。半天就到了，就来晚上了，就要飞机的恐怖的时候。好，搬家时候到了，不用这样惨了，露宿街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。哇，再有一个家里了，然后等下顺便把家里标记一下。有一个是市政中心，还可以盖。好，这个不错，还有一个箱子，标记睡觉先。也不用很多，我觉得，因为它这个生长得太快了，所以就一两，再放美一点。好，睡觉，没有就死得很惨。先把我们的首府，这里就放上我们的这些工作台，这些要放哪里呢？随便放啊，我都不要这样放，就这里啊，这里放，随便放，反正都一样。
这个就不会变了，这个就要放这边。好，微。